奇怪，为什么我的搭档都不见了？我来了，面线呢、啊？超有弹性的，打个浪，好爽，好好啊！四个男人就撑住，腰妹，来，我胃痛了啦。你把你上面东西拿走好不好？没有错。就是谁的锅子可以不要放在这边吗？我什么东西啊？好厉害的感觉哦。 完全颠覆了面线应该有的心态。对啊，小厨当家，华视每周日晚上6点准时上菜喽。